你不用又扯到别人的议题啊。所以我跟各位报告，时代力量不要打假球。时代力量如果真的支持周秀二立，就支持国民党的版本，吴志扬委员的版本。院会就是要处理国民党的不当党产，国民党不要转移焦点，国民党不要转移焦点，国民党不要转移焦点。院会就是要处理国民党的不当党产啊，不当党产的寄生虫啊，不当党产的寄生虫啊，不当党产的寄生虫，不当党产的寄生虫，劳工权益，不当党产的寄生虫，权益，党产的寄生虫，党产的寄生虫，不当党产的寄生虫，每一个都是拿党产的寄生虫，每一个都领党产，这边选举4.5亿，把人民的钱还回来，拿党产的寄生虫，拿党产的寄生虫，拿党产的寄生虫。院会就是要处理不当党产，党产的寄生虫，劳工权益，党产的寄生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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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这里就是党产的寄生虫。请问各位，这些党产的寄生虫，不当院会就是要处理不当党产，你不要转移话题了。不当党产的寄生虫啊，你不要转移话题了。寄生虫，你不要转移话题了。寄生虫，你不要转移话题了。寄生虫，党产的寄生虫，你不要转移话题了。党产的寄生虫，党产的寄生虫，你不要转移话题了。党产的寄生虫，党产的寄生虫，转移话题了。党产的寄生虫，你在转移话题了。党产的寄生虫，国民党不要闹了啦。党产的寄生虫。国民党，不要三劳工七日假就是从你们开始的啦！国民党，你说你要捍卫劳工权益，会不会笑死人啊？不要在那边丢脸了啦！国民党，当初喊三七日假就是你们马政府啊，还有脸在这边说要捍卫劳工权益，不要脸！三个字送给国民党，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三劳工七日假的人，徐永明，不要跟他们动手！徐永明，不要跟他们动手！徐永明，不要跟他们动手！坐下来，徐永明，不要跟他们动手！徐永明，不要跟他们动手！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徐永明他是在抢麦克风，徐永明是在抢麦克风，徐永明是在抢麦克风。是谁先动手的？郭健康。郭健康站在这边，站在这边，站在这边，都是维护劳工的权益。时代力量有修正的版本，我们都很支持。时代力量今天有修正的版本，我们也支持。时代力量在这一次36条当中，除了我们的一周二立，还有亲民党，我们今天大家都是同一个方向支持劳工。所以不管是时代力量，不管是亲民党，不管是国民党，已经出了委员会的一周二立，我们大家今天坐在这边都是希望拜托民进党林淑芬委员哦，今天行政院的一修一例的版本不能通过，所以我们不要，我们不要坐在这边自乱阵脚。底下所有代表900万的劳工的代表们都在看我们，到底是支持资方还是支持劳方？所以我拜托大家不要内讧。我们今天大家坐在这边等的是林淑芬，我们要退回。长期偏向资方领导立委讲这种话，会不会觉得丢脸啊？会不会丢脸啊？把你们自己的记录拿出来看一看好不好？把你们自己的记录拿出来看看好不好？长期作为资方走狗的国民党，今天站在上面，何其讽刺！何其讽刺！议事录，拜托你自己去看议事录，你搞清楚再说这句话，把你的话吞回去，不然我就告你。欢迎来告，欢迎来告，我们法院见。欢迎来告，我再说一次。国民党长期漠视劳工的权益，
这是为什么今天台湾的劳工会过劳最主要的理由。国民党还有脸站在上面说要捍卫劳工权益，笑死人！有一点羞耻好吗？有一点羞耻好吗？连外面的劳工都在喊国民党立委不要作秀了，你们自己去取钱楼外面听一听，外面的劳工已经在喊拜托国民党不要作秀了，劳工都看不下去了。你们在哪里呀？不要在这边胡乱的指挥。我们关心他们的时候，你在哪里呀？我们已经写好了这个临时的动议，我们要邀请劳工朋友进到今天的卫环委员会。刚刚我们到外面跟劳工团体的表也非常清楚，我们的这个动议已经写好了，联署也已经完成了。那个联署版本拿来给我，我们联署的版本也都已经完成了，所以今天我们是跟劳工站在一起，这个不需要再去挑战或者是质疑，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不知道时代力量版本在哪，但我们的版本就在这里。亲民党也是要，亲民党也已经，我们谢谢亲民党这个陈义杰委员，他其实也到现场，对，他也联署，是一样的，亲民党也联署了。这个是不。就是在野党，我们的立场大家都是一致。是，我们今天要邀请我们在外面绝食的这八位劳工朋友，可以进到卫环委员会来，让我们卫环委员每一位委员都可以听到劳工朋友他真正的诉求，他真正的担心。而我们坚持劳动部一定要在跟劳工团体协商，你不可以只跟这个资方开会，不跟劳团协商，然后就片面的在这么强大的一个反对的声浪当中，硬是要今天无论如何要把一例一休送出委员会。这件事情国民党我们是反对，而且反对到底，这是我们的决心。所以请其他党的委员不要再任意的用别的名义来框架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们的诉求非常清楚，我们就是反对一例一休，支持周休二例。我们已经用行动来证明了，我们的吴志扬委员就在现场，他是率先提出周休二例的版本的，而且也让委员会，我也安排了委员会，我们顺利的审查送出了委员会。这是国民党的吴志扬委员率先提出的版本，比其他的委员的版本都还要早，所以他先进来，他已经审查完毕了。我要再强调一次，如果今天在野党所有的大家都有共识的话，直接支持吴志扬委员的版本，他已经送出卫环委员会，就在立法院的院会。哎呀，吴志扬的版本不完整啊，打假球啦！有增加特休假吗？有增加罚则吗？不要笑死人了嘛！我们的版本就在委员会里面啦、你如果连议事规则都搞不清楚的话，最起码把别人的法案内容搞清楚嘛，不太好笑了嘛？啊，我就说嘛，你们只有修36条就是在打假球嘛。特休假的增加你也有吗？写在哪里？拿出来看一看。罚锾的提升你们有吗？写在哪里？拿出来看一看。有关时代力量的版本里面，通通都有。拜托，回去看清楚，再来这边咆哮。你的配套措施时代力量74条，亲民党也有版本啊。哎、没有，我从来没有指控亲民党的版本没有，但是刚刚有个委员说时代力量的版本没有，白纸黑字都在那边，不要笑死人了好不好？特别休假你们有增加吗？在哪里？版本在哪里？条文在哪里？我在这边等你们拿出来啊。我们有版本是你民进党不审的。你们有招委然后说民进党不审，你的逻辑会不会太好笑？在审查周休二例的时候，我要问时代力量在哪里？当天要送出委员会是3-2。我就正式的回答你的问题啊，因为时代力量耻于跟你们这种长期作为资方打狗的政党站在一起，然后又提出那种不完整的36条打假球。我再说一次啊，国民党只提36条，就是在打假球，就这么简单。都没有留下来审查这个法案。当然啦，谁要陪你们打假球啊？谁要陪你们打假球啊？支持还是假支持？所以你自己要表态清楚啊！只有你可以指控别人吗？
没有嘛，可以嘛？你把法案拿出来嘛？你36条根本就在打假球嘛？没关系。对啊，我已经回答你啊，你36条就是在打假球啊。林淑芬林淑芬在哪里啦？要讨论找林淑芬来啊，不是吗？那林淑芬在哪里？不要在那里，大家互相好像在维护劳工，那来开会啊，林淑芬哎、欸。我们当天表决的时候，洪志庸也不在场，对，你们时代力量根本就让他在场表达意见，你们现在才在讲马后炮，打假球了，他们在打假球，根本就是跟民进党在一起，在那边玩这个游戏，算什么男子汉啊？要时代。我这样说好了啦，中国国民党的立委如果真的要针对劳基法来辩论的话，台子摆出来啦，我们时间地点排好，随时等你，随时等你，不要自己在那边自弹自唱，会不会太好笑一点？我再说一次，国民党如果有种，国民党有种来检验国民党保护劳工的历史，摆下辩论台，随时等你们。看是这一次劳基法的修正案，要不要拿国民党的版本跟时代力量的版本拿来讨论？张善政就是要砍7日假的人呢、欸，你有没有搞错啊？张善政就是要砍7日假的人呢、欸，你有没有搞错啊？你会不会笑死人啊？林淑芬不要躲在家里学做菜啦，我老被架啦，进来啦。
现在大家在等待林淑芬招委的时间哈。我想劳动部的官员都在现场。王委员，现在在等开会。啊、你要办记者会还是要开讲？你找一个地方。我们现在在这里等开会。我是本委员会的委员。你现在如果要主持一个新的会议，你是哪边的委员？现在会议都还没有开始。我是本委员会委员。现在会议还没开始。对啊。所以你要主持一个新的会，开讲的会还是谈话的会？你到隔壁去，你到别的地方去。那为什么是你先开始？那你来。为什么是你先开始呢？我们在这里等开会，我们现在在这里等开会，所有的这些官员也在这边等开会，你先来，全部都在这边等开会。你没有讲，好不好？我没有要讲，你没有讲，我在这边等开会。你没有要讲，你闭嘴，你坐下。为什么我闭嘴？对啊，你们不要在这边作秀。我已经从头到尾都不讲话，因为不想被认为在作秀。你如果要讲，开你自己的记者会，办你自己的谈话会，你到任何地方去的。也在讲，为什么你们？你到任何地方去，我们在等开会。我们在等。那你现在是开什么会？我现在要求，我现在要求继续等。你在要求什么？你有什么权利？这里本来就是在等开会。你是委员，你要求什么？这里在等开会。你是本委员会的委员啊！这里是在等开会。你们现在开始开会了吗？你们现在开始开会了吗？你们现在开始开会了吗？那你在换？现在还没有开会。你在发言什么？出去了。你在发言什么？我从头到尾都没讲。你管我住啊？你管我住啊？黄国昌也在讲啊，很好笑。你们现在怎么样？你们黄国昌也在讲啊。要不你就先讲你的特休假，我们应该现在。我请问现在这是什么会？没开会啊，所以我说开讲啊。对，没有开会，你现在为什么要开始讲话？开讲啊，那你在讲什么话？所以我说很简单，你现在要。我现在很简单，你要开任何的会，你要开任何的会，不是你在主持好吗？你要讲任何的会，你要讲任何的会，你要开始讲话。你都不是本委员会的委员，在发什么言？你刚才凭什么讲说好？我们现在大家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所以我要发表不行吗？我问你，你现在大家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是什么会啦？好啊，你们不要发表，我发表是什么会？开讲啊！你也还没开会，就是还没有开会，为什么你来告诉我可以讲？为什么你来告诉我可以讲？为什么你来告诉我可以讲？你有什么权利？你有什么权利在这边指导我们其他委员该讲什么？我没有要指导委员会，麻烦你放尊重一点。这是卫环委员会、啊，你凭什么？这是卫环委员会、啊，你凭什么在这边说现在大家来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是卫环委员会，那台下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这是卫环委员会，你怎么动作？你敢叠计价回去亏了？大家都可以讲，大家都可以讲。你怎么动作？你敢叠计价回去亏？大家都可以讲。你怎么动作？你公平动的计价回去亏？大家都可以讲，因为没有正式会议，大家都可以讲、啊。你怎么动作？你公平动的计价回去？那你们刚黄国昌也在讲啊。卫环委员会，你来这边。今晚开始亏我阿妹啦。今晚开始开会了没？所以大家都会讲啊。所以讲你今晚讲什么？哦，所有的人大家都会讲一点。我没有阻止你发言、啊。你两个差不多嘞。你两个差不多嘞。你俩进京没来懂？你俩进京没来懂？你透早四点就来了，五点就来了，不是讲等到时间来的时候。你们坐在主席台，现在在做什么？你不是等？你们坐在主席台在做什么？你不是等到时间早啊？等到。哦，摄影机都来了，你们就都来了，不要记者来了，你们就都来了，邱西洋啊！好啦，麻烦你上来先讲啦。邱西洋啊，你上来讲啊。我们在下面在慰劳八个。媒体来啊，你都弄来啊啦，记者来啊，你都弄来啊啦。五点的时阵你就对，六点的时阵就对，咱真正要动的时阵你就对啦。真正，我们在外面关心老公。的时我们八点半都在外面跟老公，那你们去看过还是看我们的记者会？你们去看过绝食的老公？我问你，我跟你讲啊，你去问老公啊。你听阿姨，你问你嘛，你去问老公，我们有没有去啊？你们自己对，你自己听。不不，你去问，你去问他们，我们有没有去？你不用替老公发言。这嘛台湾上无资格替老公，老公讲都讲话，就是恁国民党啊。上无资格，家你有资格哦。小伙子，家你有租给哦，家你连厂长有租给哦，安奈哦，行啊，都安奈，这个是民主的社会，谁没有帮谁一起讲话，帮劳团代言，帮劳团讲话，你要帮任何人讲话，今天是在野党，大家一致的共识啊，你要帮任何人讲话，你要帮任何人讲话，我都没有意见，对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关心？你们要帮任何人讲话，我们也去关心啊，我没有意见，好，我昨天下午就去关心过他们，邱锡良，真正要懂。
透早不爱来，媒体来啊，人都拢来啊啦，笑死人。我们关心的是在那边绝食的老公，请问你人在哪里？你有去关心吗？你昨天有没有去？你今天早上有没有去？你昨天有没有去？你去年有没有去？前年的劳工活动有没有去？三年前的劳工的运动有没有去？笑死人！今晚你过了这个时间，你有开始讲这种的？你昨天有没有去嘛？你昨天有没有去嘛？你今天早上有没有去嘛？你在讲说你今天早上来霸占主席台，而问题是你霸占主席台，你有没有去嘛？他是不是为主席台来霸占主席台呀？好，我想现在外环委员会的会议没有正式开始哦，所有各党的委员大家在这边，大家要讲什么话都可以讲，好不好？大家都想讲什么话，大家自由表达，因为我们的招委还没有到，我们的会议还没有正式开始，所以包括时代力量他也可以坐在主席台，我们都没有意见，所以也不要有任何委员站出来指责别人说为什么别的委员可以讲话，当然可以讲话，我们为民喉舌。好，第一个我要表达的就是说，昨天劳动部竟然恐吓劳工说，如果通过周休二例就会中秋节的连续假期泡汤，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恐吓劳工，来反对周休二例。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想在野党的委员，大家如果有共识的话，我们应该大家要来谴责，至少我个人表达谴责哦，不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用威胁的。我们这个新政府到底是怎么了？我们的渔民要出海去捍卫他们的渔权，也被打压，也被提醒，也被威胁，然后从十艘的渔船要被迫一直减，一直减，减到变成五艘。还说你出去之后回来要吊照的话，我公事公办，有这样子的政府吗？当劳工在坚持周休二例，反对一休一例的时候，我们政府官员，我们的劳动部应该是跟劳工站在一起的，结果放出这样的一个威胁的讯息，你们如果再坚持下去，你们的中秋节连续假期就会泡汤，没有办法休，这个是事实吗？要用这样子来威胁劳工吗？大家不知道连续假期的休是因为大家是先提早去上班的补班才造成的休，他还有很多方式可以解套，为什么就要框住这样的框架去恐吓劳工说你们最好不要再支持这个周休二例了，只有一例一休，要不然你以后都没有连续假期。我们的新政府可以这样吗？很多的劳工都很愤怒，你不是用沟通的，你今天想要用威胁的。我们有需要政府这样来威胁劳工吗？所以我们国民党的立场非常清楚，这件事情争议还这么大，现在还有八位劳工坐在外面绝食抗议，已经超过48小时了。政府部门该做的是什么？沟通，沟通，再沟通，跟这一些劳团坐下来，好好的谈。所以我们也赞成今天在外面绝食抗议的八位劳工朋友，我们早上去出席他们的记者会，我们答应他，我们也正式提案了，我们要让他们进到卫环委员会来。如果林淑芬招委回到卫环委员会来，会议开始，我们也提案要求要让这八位劳工朋友进到我们卫环委员会，让他们在国会殿堂有机会有时间充分去表达他们的意见跟看法，就是这样而已。所以我想今天在野党大家的立场非常清楚，我们在现场有国民党，有时代力量，也有亲民党，大家都是支持周休二例的。在这件事情上，我想我们不需要自己互相去争吵，在这个立场上我们是一致的，我们就开始等林淑芬招委回来主持会议。而我们坚持，如果今天这个会议有启动的话，让八位正在绝食的劳工朋友代表一定要进到卫环委员会来，这个会议才可以开始。我想我以上做这样子一个表达，那再一次强调，委员会里面大家互相尊重，如果有委员要表达意见，大家都可以各自表达意见，但不要去限制别人说你不可以讲话，你没有权利讲话。谢谢。
那个，张庭瑜，肯尼，肯尼，那个，我怎么的讲啊？我怎么刚不是的讲？那个谁，那个一楼。赖翔，你帮我到那个803拿那个国际公法第二集下本，谢谢。问一下，你干嘛？你是谁啊？好，来，你是媒体还是谁？是谁的助理？是谁的助理？怎么助理？助理在助理要站住，他可以跟委员抢位置。助理有这么大？没有，我回来拿东西，我请他，他陪我在那边站，因为助理先退到旁边去。你们干嘛？退到旁边去。对了，先退到旁边去。不是啦，不要。你们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讲话吗？啊，对啊，啊，我现在要讲话啊。不是啊，我是说那个张乃。可以啊，哈！现在没有在开会，在哪里？让林昌佐先讲，林昌。好了，因为我想。那助理不要下指导棋啊！别人家别的委员会家的助理跑在这边下指导棋，这样像话吗？谁啊？刚刚那个不是说蒋乃馨委员的助理吗？好，我们让林昌佐先讲了。陈颖，我们今天是谈话会，大家轮流讲，那个林昌佐。让林委员先讲。没有，我现在去，现在这是什么会啊？会前会，你们有借场地吗？那你有借场地吗？对啊，我是来等，等一下要那个审劳基法的这个的，对，所以那前面这个在干嘛？对，我们都是在等，我们很清楚，我们在确保林淑芬来的时候。他应该要来当主席嘛？不是，现在是什么会？现在是卫环委员会的什么会？什么会？那现在是什么会？不是现在是什么会啊？好，你有借场地吗？林昌佐委员。会前会，你有借场地吗？现在公斗的所有的成员在楼下，到处在寻找民进党的委员哦。他柯总召带着所有民进党的委员，带着议事人员，在其他的委员会，把今天行政院的版本，刚才不是说轮我吗？一例一休的版本，这到底是什么会？你不是说轮我？你要不要讲吗？你要讲，我刚才不是在讲？怎么我讲一半你又插嘴？啊，我刚才不是在讲，对啊，我就已经在讲，你现在为什么在讲？我想我们今天大家在现场，大家都有一个一致的，顺序到底是什么？一致的共同的看法。除了时代力量的特休工时的计算要调整之外，我们大家也都支持国民党的一周二例的版本。我现在要提醒我们在现在所有的委员，大家在公斗的秘书长跟发言人现在担心柯总召带着民进党的委员在其他的委员会把今天行政院一修一例的版本通过哦，我要再一次的强调，你就把动作你的记者会你亏嘛，啊，就是你们的记者会你又不承认，啊，也没有借场地。你要不要讲？你要讲你就赶快讲啊！我要讲，你不让我讲。我要讲，你不让我讲，让你讲。对啊，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时候，你刚刚就插嘴。你公然的跟讲啊，我也可以好好听你的特休假，你的工时计算，我也想好好的听一听啊。你讲、啊。我现在要讲了，我现在我的主题就是我不知道现在今天这个是什么会，然后我也觉得非常的奇怪。如果今天是一个谈话会，也没有借场地，时代力量今天在这边非常的清楚，是因为要确保这个会议，我们要确定到底主席他交给哪一位。来代理这个主席，我们到现在都还不知道。那我们也肯定淑芬她愿意在这个时候，她不愿意去为执政党的这个一例一休来背书，所以她不愿意来开。但是如果她不愿意来开，不能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的会议就开始，就想要闯关，让一例一休砍七天假的这个版本要闯关。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确保会议程序按照会议的程序来走。他到底要找谁来代理？如果他真的不愿意来开，他要找谁代理？我们也有卫环委员会的洪慈庸委员，希望可以代理主席的这个位置。但是我们在这边就是希望能够确保什么时候林淑芬委员。他要清楚的让大家知道会由谁来代理。那我们不能接受就是不明不白的状况之下他就开始去开这个会。所以在现在这个状况，我知道所有的人在这边也是在等。那我期待在今天这样子不明不白的状况，还有许多的劳工团体也都不认同的状况之下，不应该要一例一休砍七天假的版本硬是要闯关让他过。我想在过去几次的这个行政院的执行过程里面，其实不只是有我们卫环委员会的洪慈庸委员对整个劳工权益的这个事情看法提出了很多的这个质询，其实包括黄国昌委员，包括我自己在院会的质询的时候，也是以这个为主题，希望政府不只是在放假的问题上面，而是在整个劳工的权益上面都有一个更完整的这一个轮廓。也希望能够长期台湾的政府在这个偏离、这个严重偏向资方的这一个结构之下，严重的让我们的劳工感受不到资方，感受不到政府对于他们劳工权益的这个态度。所以在现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我们完全是没有办法接受。完全是没有办法接受，硬是要闯关一例一休，硬是要闯关这个砍七天假版本。所以在这边，接着我要把这个我们认为其实还应该要非常谨慎来处理的这个版本啊，等一下这一本等一下再念，有比较重要的东西先念。这个是，你干嘛拿劳动部给我念？我就不认同了。好啦，林昌佐，林昌佐委员，那个先休息一下，你们党团送咖啡来了。你可以休息。为什么你可以叫我休息？你刚刚前面王委员不是说不要叫别人不准讲话？他也要讲啊，所以你要叫我不要讲话，我又还没讲完。你要讲多久嘛？我又还没讲完，我又还没讲多久，一个人可以讲多久？为什么？所以你是主席是不是？我现在只是要点出，所以这个会的荒谬在这边嘛。一下子你说可以讲，你也没说几分钟，然后台下的人说三分钟，奇怪呢，我怎么约定？那你有借场地吗？我们要来约定，我到隔壁去借啊。奇怪，你要开你的记者会，你去开啊。我告诉你，我在这边我会继续讲下去，因为这是一个荒谬的会，你们没有借场地，也没有会议规则，然后也没有要进入正式的这个会的意思，那我就在这边继续讲下去。好啦，那林昌佐委员，你如果真的希望赶快开会，就赶快协询一下林淑芬招委进来开会。你们的版本特休假工时的计算也可以纳进来，好好的讨论啦。一周二日的版本已经通过了，临时动议修正版本，当然也可以纳进来讨论。我们只是认为民进党委员的眼睛业障非常的重，所有工斗成员代表900万劳工的所有的重要成员干部，在楼下绝食抗议已经进入第三天的时间，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民进党委员在五月份的时候才支持恢复劳工的七天假，恢复劳工的七天假，在两个月之后突然要支持行政院一周一例的版本，一周一例的版本。我要再一次的强调，国民党的吴志扬的版本在委员会已经是通过的版本。当天在现场有吴玉琴委员，还有钟孔照委员没有来发表表示反对的，也都代表支持委员会一周二例的共识，这是共识决已经通过了。我们担心今天时代力量在这边是变成民进党的附随组织，民进党现在正在找其他的委员会场地在开会，企图通过行政院
一休一立的版本，我们担心我们大家自己坐在这边了，让民进党自己另外再找场地开会。这是目前楼下的公斗的成员大家透露出来的消息。我们今天坐在这边，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希望维护劳工七天的假期，我们都希望维护一周二立的版本，我们都是反对一周一例的版本，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不要去，我们要反对时代力量的版本。我也欢迎时代力量特修版本，包括你们的工时计算可以拉进来，大家好好的讨论。但是我们今天在这边，我们不要去转移焦点。好，我的话就讲完。事实上，接着换谁讲我也不知道，但是好，你给我二十秒，我就讲完。时代力量为了要挡住这个一例一休砍七天假这个事情，我们的决定是我们要护卫这个主席台，让本来的这个轮值招委可以来主持会议，或是他要依照程序来指定代理，这是我们的做法。所以我们在这边从早上凌晨不到六点我们就在这边，然后接着也打算一直捍卫下去到晚上。而你们现在决定也要捍卫一例一休，即便决定也要反对一例一休砍七天假，即便那个跟你们过去的主张相反，你们现在做法是什么？是在这边召开谈话会吗？你刚才讲那么多的方法，结果你们现在方法是什么？我们在寻找林淑芬，我们也跟你们一样在寻找林淑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寻找林淑芬委员。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寻找林淑芬委员。我也请时代力量不要转移模糊，我们今天都希望大家共同支持一周二例已经通过、已经送出委员会的版本，好不好？我再一次强调，我们这个版本事实上是已经通过委员会共识决的版本哦。我们也欢迎时代力量透过修正动议的方式到院会大家来协商哦。目前有版本是已经通过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不要模糊焦点。我们今天大家不分朝野，包括亲民党、包括国民党、包括时代力量，我们大家都是在寻找林淑芬，好好的尽速回来开会，共同退回行政院一休一例的版本。好，各位同仁哈，那现在是卫环委员会在开会哈，所以卫环委员会的委员哈，本来就是可以发言哈。那既然其实刚刚时代力量的同仁哈，在质疑我们说我们到哪里去了，我必须跟你们讲哈，我们昨天其实前天其实是在高雄，我在旗山的太平商场，跟所有太平商场的住民们，我们是坐在地上捍卫他们的居住正义。昨天我回来了之后，我就有到我们的劳工他们好绝食抗议的现场去慰问他们，我是第一个去的。今天早上我们慰问委员的委员全部都在那边慰问他们。请问时代力量，你们说我们在哪里？我们在楼下巡前楼前面声援我们的劳工朋友绝食抗议。身为一个医师，其实我关心的不是只是绝食抗议的问题，也有他们的健康。所以我昨天就跟他们讲说要保重身体。在场有一位医劳盟的医师，他是亚东医院的医师，他也在那边跟我讲说他会照顾他们。我们今天关心的其实就是这劳工的权益，我们代表的不是资方。今天我要问的是时代力量，你们到底有几个就是资方？你们其实就是在奴役你们自己国会的助理，不是吗？更不要讲说我们今天7月13号就已经在我们的卫环委员会通过的一周休二例的版本。在场那天，请问时代力量的洪子庸委员，你是时代力量唯一一个好，在我们卫环委员，你人在哪里？你如果有什么意见，你也应该要来出席。你没有出席嘛？我们的周休二例版本，好，吴志扬委员提案，我们在卫环委员通过的版本已经送到院会。那你今天开这个会，你刚刚林长佐委员说你是要什么？你要捍卫主席台，你要保障林淑芬，你又要声援林淑芬，不敢来这边，
一样又保障他的位置，一样又声援他，你这不是精神错乱吗？不合乎逻辑啊。今天你们霸占主席台，你们不下去慰问我们劳团绝食的八位的劳工，你们在这边霸占主席台，霸占主席台说是要维护要招委什么林淑芬的位置，然后又肯定林淑芬不敢来啊。我们的招委已经来了，我们的招委，我们玉敏已经来在这边，根据立法院的规定，我们的卫环委员本来就是两位招委轮流主持啊。如果你今天林淑芬不来，你不来，然后你们让你们的黄国昌主席跟柯建铭在这边协商什么啊？我们走进来的时候在协商什么？你们根本就是两边在那个唱双簧嘛。我们一讲说请林淑芬要出席，要至少要签到，你签到你不敢主持，你要换给吴育勤去主持，你人要来啊。结果我们才一讲这个东西，马上柯建铭、吴秉睿就夹着狐狸的尾巴就绕跑了。因为他发现说，对呀，主席都没来，怎么可以去要求要有别人去代理呢？主席都没有来报到，他怎么可以叫人家来代理呢？这不是很荒谬吗？所以林淑芬，你在家里学做菜，拜托你来主持这类嘛。你如果有 guts， 你就来；你如果没有 guts， 你应该叫你们民进党的委员全部都不要来。我们今天就奉陪到底，到五点半。这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的荒谬了。我们请我们的昭顺姐。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想包括亲民党包括时代力量，他们都讲我们支持周休二日。现在我们一致的一定要努力的是把民进党找来这里开会。我跟大家报告，现在我们的劳动部的部长跟所有民进党的委员都在502开会，在那边密商，我们怎么会在这里内讧呢？所以我们是不是转移焦点，我们到502把我们的劳动部的部长跟所有民进党的委员找回来这里开会，我们今天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要告诉大家，我也要请时代力量 的委员知道一件事，我们怀疑他们在演双簧。因为如果今天的会不开，那么民进党就有机会在立法院的院会进户二读，就把他们的版本通过。我想这是我们所有坐在这里的委员通通都反对的，你们说对不对？对。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立刻到502去把他们请上来学习呢？我们开始学习我们的劳动部长，请劳动部长今天接到的通知100%是在我们这个委员会开会，不会是在502，100%不应该到502。所以我请劳动部的同仁去把劳动部的部长找回来这里，我们在这里正式开我们的委员会，这样好不好？好。对啊，先把他找回来啊，就会来感觉说
责方面呢？他不来开，反正我们就等。我明白。可以放吗？